大家好，好多粉丝留言，钱越来越冷了，不会发面，姐姐给咱做一下发面的过程。为谁把发小费放到底？也发小费交完绝缘户净值一分钟。然后开始和面。变成虚张可开始揉面，给碗里浇一点点。就这点是干啥用？这都起到散光的作用。看，手往里面一接，看，开会大圆都，这面都下来，面脆。面踩好了，看，干净不？手干净不？这就好了。给舀水瓢里面倒些开水，只倒三分之一，大家看一下，然后拿筷子放在上面。这个水千万不能倒的太多，太多就把面烫死了。就只倒你容器的三分之一，大概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，这面就起了，把的好的很，冬天都是这样。嘿嘿嘿。发的好很，这个面大概发了四十分钟，看，发的好不好？如果你不会发面的话，前面的你就面我给你教这个方式吧。既不烫面，面又发的又好又快。